老師是周一平老師，他由懵懂家長到學習聖言教育，從而在家中墮入弟子規，再力行持濟菩薩道。今天和我們分享的題目是《還我父母的心》，我們有請周老師。大家好啊！大家好，又見面啦！我咩頭髮？我咩頭髮？咁啊，媽媽帶埋阿女過嚟聽咁啊！啊好，仲有一位先生。咁好啦，今日咧我哋又係分享嗰、那個還我父母的心。咁咧其實咧點講好咧？因為其實我成日都話諗啦，自己無端端做咗老師，其實就唔係嘅，自己就真係唔係老師嚟嘅，只不過咧係喺。照顧仔女之後咧，跟住就知道原來自己嘅責任感多咗啦，自己責任感有咗啦，咁之後咧，然後至知道去揾緊係乜嘢係應該係俾自己嘅小朋友最好嘅，咁咧就係、是、咁之後咧就之後你嚟緊呢咧就係呢啲分享，但係唔只不過有一個係喺，因為我個做啱做咗父母之後咧。自己嘅眼界咧，其實都一直到而家都未提高嘅。咁咧，以下咧都係我一個自己嘅粗淺嘅分享。如果有啲咩唔啱咧，咁就希望咧大家一齊研究啊，就一齊攞出嚟討論啊，然後就一齊嚟去傾喎。咁咧，因為呢一個咧就都還我父母的心咧，都講咗好多次。咁咧，咁。當每一次收到三寶中心的課堂的時候咧，我就馬上準備。咁其實咧，好多師兄師姐咧就話：啊，你過嚟三寶中心咁多次咯，唔使準備啦，咁咪將呢啲再講翻咪得咯。咁其實係得嘅，再講翻得嘅。咁但係我每一次一收到之後咧，咁咧我就嗰個責任感又嚟啦。因為高醫師做得咁好，高太啊，咁辛苦嚟呢、這個就做呢個平台，咁大家咧亦都坐喺度喎，咁坐喺度，咁其實有緣至坐喺度，咁如果唔係咧，都喺街嗰度行緊啊，食緊嘢啊，跟住喺度去緊為一啲唔知道點解會忙嗰啲嘢而忙喎。好啦，咁啊，既然大家都有機會一齊嚟到啦，咁如果將啲嘢又再翻炒嘅。不如都係翻炒啊！咁就會比較實在係對唔住大家嘅寶貴嘅時間。咁但係聖言呢樣嘢講嚟講去都係講嗰啲。咁但係有啲乜嘢可以再講咧？咁咧所以咧就係一收到個信息之後咧，咁就原來喺生活之中咧就睇下自己發生嘅事情啦，同埋社會發生嘅事情。咁啊同而家個聖言個教學有啲乜嘢係可以大家一齊攞嚟討論嘅喎？咁咧今日咧呢啲咧係會比較喺最近喺網喺手機嗰度咧就揾到一啲嘅嘢，咁咧唔介意我讀一讀嘛，好唔好啊？因為呢度係一段文字嘅，咁大家咧因為呢個主題咧係還我父母的心，咁好啦，咁咧嗰日睇到咧就係話優子女難升大學。家長自責唔識教，咁大家而家香港地多數大家都小朋友就係自自然會讀書噶啦，唔讀就拉噶啦。咁好啦，讀以前就中三就得咯喎，跟住社會進步就中五咯喎，係咪啊？中五之後跟住就而家就係大學啦，大學就好多啦。咁大家都會理所當然會入到大學啊，不過唔一定係八大院校啊。有啲要自費嘅，咁但係當中遇到咩問題咧？亦都好多問題喎，因為好多媽媽就要辭埋份工，都會一齊教自己嘅小朋友。咁但係其實辭工，大家都知道啦，香港地兩個人一齊做嘢，僅都可以維持到。如果為咗個小朋友又辭工嘅，經濟又有困難喎。咁但係又唔可以睇住自己嘅小朋友一直咁樣點樣去落去喎？咁我讀一讀下，子女能一登龍門，是為人父母最大的期望。但世事豈能盡人意？有家長子讀高中的兒子毫無讀書天分，
但難接受他升讀大學機會微，自責不識教仔，擔心他將來難以謀生。有家庭治療師指父母責任感太強，與或令子女飽受壓力而生衝突。讀大學是否成功的必須之力。有家長在討論訴苦，聲稱讀高中的兒子沒有讀書天分，真係沒有讀書天分，難以恐難升大學。該名家長更自責不懂教仔女，貼文嗰度指我已經為子盡心盡力教導，連功都辭咗，但他的成績仍然強差人意。反觀其他媽媽要翻工，小孩卻表現很好，到底是否我不懂教仔？事主自然明知兒子若升不到大學，卻要無奈接受，不過心底總是難受。其形容可能因為得一個仔，有種恨鐵不成鋼的感覺。恨鐵不成鋼，佢大個仔要養妻活兒喎，多數男士都要養妻活兒噶。不過好，而家女士已經係幫輕咗啦。父母應以正面態度作協助。貼文有 1.2 嘅點擊，不少人勸告家長勿過於自責。有網民留言：阿仔啊，有自其命運，我們只能像園丁般適當觀察照料，卻為孩子即使冇書緣啊，沒有讀書嘅緣分啊，投身社會後，亦該學要做嘅嘢，定會有出頭天。但有家長感嘆其子也係無抱負啊，冇理想啊，即等於而家啲冇動力啊，係咪啊？低動力嗰啲小朋友都唔係小朋友啦，其實小朋友其實好多已經係噶啦。其嘅心態對手藝冇興趣，擔心其競爭能力低，活愛情緒嘅家庭輔導中心婚姻家庭治療師啊，謝美欣子啊，不少個案是父母太在意子女嘅學習，令雙方關係變差。讀多少少啊！父母常感到子女要努力讀書，將來才容易找到工作。我諗大家都會有呢個諗法啦，但常將子女與他人比較，會令孩子懷疑自身能力，失去自信心。他又指孩子太重視成績，會傷害自己，不會感到自己不成功就不被愛，而出現壓力過大。他建議父母應以正常態度多欣賞及協助子女發揮所長。最後呢一度，太著緊兒子成績，冇患憂鬱症。其實呢個憂鬱症，通常我睇嘅時候，如果我冇接觸到聖言教學，可能我得輪到我憂鬱症，唔係我，不過係我太太。個人與婚姻與家庭治療師蕭美玲。曾有個案是家長太著緊兒子成績，因而患上憂鬱症。經輔導員介入後，才明白應看兒子的長處，不過分焦慮其未來，應該由兒子自決命運，加上丈夫支持，情緒才有好轉。這類型的母親責任感特別強啊！但他們應明白，即使兒子成績差，媽媽不工作並不一定幫上忙，兒子也不一定習慣受監管，反而容易引起心病的衝突。他繼續指不少家長與其家庭比較後，會感到因自己不足令孩子表現不佳。 OK， 好啦，咁就呢、這個，跟住我睇到嗰個貼文就有啲咁嘅情況。點咁樣點講咧？其實而家呢個係做爸爸媽媽一直都係諗緊呢個問題。阿仔阿女讀書，咁咧呢個佢有呢啲嘅解決嘅方法。咁但係咧，其實呢啲方法咧，我都係佢有乜嘢，我係引咩出嚟。不過都係比較我睇到好似比較有啲未知點樣。好啦，咁咧，但係咧，我以下咧就送一張圖片俾大家。呢張圖片我覺得幾有意思喎，我記得嚇。咁咧話説咧喺森林嗰度咧有一個法官。咁咧佢又擺一張台，咁佢話咧為咗公平起見，
你哋每一位咧都要接受相同嘅測試。邊個爬到呢棵樹咧最高最快咧，佢就最優異噶啦。見唔見到啊？呢個官就坐咗喺度啦，係咪？咁咧當中咧就有再入邊數起啊，有狗啦、海豹啦，有條魚喎。咁有個大象，又有個企鵝，跟住個馬騮，馬騮隔離有一個烏鴉雀仔啦嚇。咁我話請問下大家喺呢幅圖嗰度睇到，咁樣如果係為咗公平起見，咁啊啱喎，社會要公平嘅喎。咁公平起見，邊一個爬得最高，爬到嗰棵樹最高嘅呢、這個就係尖子啦，係咪啊？呢、這個就叻啦。咁好啦，咁請問大家，如果係咁嘅情況下，邊一個會爬得最，邊一個會爬得最快最高？啊？猴係咪啊？猴子。啊！雀仔仲快，雀仔叭叭咁飛啦。係啦，唔使爬都已經贏啦，已經係咪啊？最蝕本嘅咧，最蝕嗰個咧，嗰條魚係咪啊？係啊。咁咧嗱，其實呢一個咧就係點解我揾嗱，其實呢個唔係我揾㗎嚇。咁啊啲有啲台灣嘅師姐咁走過嚟分享之後咧，我見到呢個圖片咧，佢亦都有比喻。咁我呢個圖片就相當之好。佢話人人都有長處，只是用單一嘅標準去斷定各人嘅一生成敗咧，咁就錯喎，係咪啊？咁但係呢個社會咧，而家就係讀得書多，就叫父母唔使擔心，又能夠增光。不過咧，我接觸咗聖言之後咧，第一樣嘢咧，其實聖言好似間中都有提過我嘅，但係咧我就。我幾接受嘅，佢話最緊要你唔好顧住個死人面，中國人顧住自己嘅死人面。咁你話，你做爸爸嘅唔好因為同人比較，唔好去攀，唔好去同人哋比。今日就比邊個長得高，第二日啊比個邊個書包靚，第三次咧就比邊個車靚。咁之後咧比個媽，比阿媽同阿媽邊個夠靚係咪啊？咁最後咧。最後真係做阿爸阿媽嘅咧，都俾阿仔比落嚟啦，已經係咁啊！真係咁啊！真係報現在前啊！咁所以咧，一開始咧接觸咗聖言之後咧，就開始咧就原來真係要學嘅就係第一樣嘢，做父母嘅唔好學一個有比較嘅心跟住係會點咧？因為早一排咧咁讀書咁係成為而家嘅。學生的必經的途徑，咁個個都想做，個個都讀到中六之後咧，梗係唔得啦，梗係讀埋大學噶啦。咁係而家的確大學比較多。咁喺我接觸呢班青少年之中咧，好似有一個我都幾錫嘅一個嘅我哋叫做慈少，咁咧叫佢出嚟活動，咁咧佢話考試啊唔得啊，我出得嚟啊。咁啊，同佢媽媽聯絡咗之後咧，佢其實咧每日咧佢都好用功、好用功咁樣去讀書，咁日日讀日日讀，咁哇點解話你咁？但係個成績又都係唔係咁咁好。咁佢話姐姐考咗第一喎，佢之前個兩個姐姐都考咗第一喎。咁佢話佢自己啊，佢又唔可以差。咁我話你讀到有幾犀利啊？咁佢媽媽咧影咗幅相俾我睇，佢讀到咧就目咗到。夜晚十一點幾咧就伏咗喺張台嗰度，讀到瞓著咗。咁到三四點咧就讀到瞓喺 sofa 度。哇！佢從來真係讀到比較辛苦。咁但係佢變咗係佢比較辛苦啊，去入大學。咁但係我想問一問大家，我成日都喺度話啦，入大學點解要入大學先？因為而家社會有咁嘅途徑啊嘛，係咪啊？入大學係可以入嘅，就係好啦。但係好多人認為入大學係乜嘢？係脫貧嘅唯一嘅途徑，啱唔啱啊？我哋讀咗大學喎，咁啊之後梗係揾到錢啦，揾到錢之後屋企咪經濟好咯，啱唔啱啊？阿爸阿媽咁辛苦經供到你讀大學，讀完大學之後你咪可以攞個高薪厚祿啦。但係大家諗過喎，我哋有時都俾廣告
廣告停咗喺度喎。呢、这個年代喺胡風同埋謝賢個年代咧係可以嘅，因為嗰陣時大學生唔多嘛，啊社會又發展緊啊嘛。咁只要你讀到大學嘅，又去到一個高職嘅，去到入咗個高薪厚祿嘅，咁就得喎。咁但係而家咧，而家唔一定嘅喎。嗱、啊，佢讀到可以讀到可以喊啦，亦都有咁嘅情況嘅喎。咁最緊要咧，就呢一幅圖咧，好現實咁樣話俾我哋知。佢話：啊，呢個係最近我喺網上嗰個貼落嚟嘅，高學歷無助於脫貧。1.7万在職窮人巨大，係咪啊？呢、這個好多都係喎，好多讀完之後，佢唔代表係可以脫貧嘅喎。咁有啲會點啊？誒、欸，我你讀多人爭咩？咁會點啊？再讀高啲啦，好唔好啊？屋企如果有條件嘅，又唔等住嘅，咪再讀高啲咯。學大學係咪即係學士啊？係啦，學士之後咧？碩士。係啦，碩士之後就博士，呢個係嘅，係啦。咁可以去讀，但係讀完之後好似都成30歲嘅咯喎。咁自己個人生已經，你諗下，我哋出嚟社會做嘢得二十五年嘅黃金期，咁你又遲進入職場，咁你又唔會話我遲入五年喎，我可唔可以再做多五年啊？未必得嘅喎。咁但係你入咗職場嘅，我成日諗緊，你對上仲有冇上司啊？對上仲有上司嘅喎，你對落咧仲有下屬嘅喎。咁所以話讀得嗱，我唔係反對話要讀書啊。不過如果淨係單方面淨話讀書係脫貧嘅一個諗法咧，我就唔係好贊成啦。咁又點樣好咧？大家有冇諗過？大家有冇諗過呢？最近我自己生活喺工作之中咧，就有一個好實實嘅例子，我一下子講下。咁我哋要點樣先至去諗呢一個嘅方向呢？好啦，我而家我自己都面對緊阿女阿仔，咁讀完書之後，佢又讀緊大學啦。讀完大學之後，咁係咪一定要死谷難谷呢？咁但係呢個社會上嘅話，我哋怕乜嘢？怕輸在起跑線上啊嘛。好啦，佢呢度講咗一句話，佢擔心其競爭力低，啱唔啱？因為讀得書少，佢以後競爭力就會低啦嘛。好啦，咁但係其實有一樣嘢係我哋冇睇到嘅，就係話學歷個高低就決定於就業嘅層面。你可以你個學歷高與低，你可以入到唔同嗰個層面，因為嗰個入職嘅要求。但係態度嘅高低就真真決定到你入職後你個生存嗰個條件。我有個朋友就係最近係我上司嚟嘅，佢好似係冇得做啦，佢冇得做啦。咁歸根究底就係佢好識賴，佢就一有事情咧就佢就去賴。咁啊，本來就賴啲下邊嘅同事，咁下邊嘅同事咧咪全部都唔睬佢咯。好啦，下邊嘅同事唔睬佢之後咧。佢就賴佢上級嘅同上一級嘅同事，咁啊下邊賴完啦，又冇得賴啊，就賴咗上一級嗰、那個。佢乜都好，亦都係一個孝子，成日陪媽媽去進出醫院，我覺得唔錯噶啦。有個女同事嫁俾佢之後，其實我都覺得對佢好幸福，就係好將個責任中意賴，咁賴到咧，咁嗰個上級咧，下一次咧就唔再續佢約啦。佢就係、是、咁之後咧，佢話啊，我做到2018年3月，咁我哋自己走啦。咁就係、是、佢就死喺嗰個自己中意賴人嗰個嘅，因為我話做錯咪做錯咯，做錯咪承擔咯，下次咪再做好佢咯。咁但係你一賴咧，人哋就知道咧，人哋都會記住你嘅喎，係咪啊？哇！你咁中意賴，咁最後咧佢自己，所以我話正正。佢喺度教緊我，態度嘅高低決定於生存嘅層面。佢入職嘅時候高啊，佢學歷高啊嘛。咁但係佢嘅態度嘅問題咧，咁最後咧佢好短嗰個期，應該係嚟緊3月都會走。好啦，不要輕易誤導，要有正知正覺。咁我點解會咁講咧？因為呢個社會上其實
成日都充斥住一啲似是而非嘅嘅資訊，咁啊對中就有啲陷阱，啊對中又有錯，錯之中咧就有對喎。咁如果大家咧最近咧，因為我已經查唔到啦，最近咧網上邊咧有一個係做貸款嘅廣告，咁咧佢講得好靚喎。兩公婆而家又撐緊台腳啊，食緊飯啊，啊幾幸福啊！你知唔知佢一年前咧差啲離婚啊？喺全憑問我哋借咗錢之後咧，佢就解決咗問題啦。咁呢其實而家係啊，呢個廣告而家仲喺度㗎。哇！我話呢個廣告，呢個廣告如果唔夠定力嗰啲咧，就真係累死人啊！呢個廣告，因為咧佢哋塑造成咧，你想有幸福嘅生活啦，問我借錢啦。你想有幸福人生啊？你又問我呢間財務公司借錢就得㗎啦。咁其實係好容易會有呢啲咁嘅情況，所以咧就話不要輕易誤導啊，要有政治正確。好啦，小朋友就話咩贏在起跑線啊，係咪啊？聽過啦。第二個咧唔使急喎，最緊要快喎，係咪啊？咁呢、這個又係唔使急，又係要快，咁呢個究竟係又似啱，又似唔啱？咁究竟係點咧？啊，咁啊，雖然啦，啲人係攞嚟開玩笑，咁但係咧會俾人一個好大壓力。好啦，咁呢個咧就係話最近咧上面咧就話現今嘅家長咧最近要咧就話贏在起跑線上係咪啊？咁之後下邊咧去到老咧話究竟終點站喺邊一度啊？我已經撐咗好耐嘅咯喎，已經我唔會輸俾你嘅喎。咁啊，終點去到老咧，佢都仲喺度跑緊喎。咁啊，終點站喺邊度咧？咁呢一個其實係呢個社會成出現個問題。好啦，先睇下呢個先啦，等大家睇過嘅啦。等我試一次啊！有啲亂子，我先睇下有冇聲先啊！睇過啦，係咪啊？係啦，咁最近咧就係我有個朋友咧就啱啱做咗爸爸，咁佢50歲做爸爸，咁佢50歲好遲啊，50歲。咁咧佢 B B 出咗世之後咧，佢話啊20幾年之後，佢自己大個咗平平安安之後，佢自己想走咩路，佢自己決定啦。咁我聽見之後咧，當然開心啦嚇。咁但係我喺度諗緊，平平安安想走自己嘅路，二十歲又等我大個咗。我話有冇想像得咁容易啊？我話而家社會嗰度咁多陷阱，社會嗰度咁多引誘，我話得唔得先？嗱，呢度咧就係話，我呢個唔係嗰個財務廣告嚟嘅喎。話如果呢個你睇咧，就係睇落嗰啲財務啊咩數窿窿嗰啲嗰個廣告啊嘛。我話。而家呢啲窿窿，即係等於係社會上嗰啲嘅陷阱。你活喺嗰呢個屋企嗰度，活喺呢個社會嗰度，你能唔能夠避過呢啲咁嘅陷阱？因為而家社會嗰啲嘅情況出現咗好多啦嘛，好多好多嘅陷阱啊嘛，你能唔能夠一一咁樣去跳過呢啲陷阱咧？
我話佢話有咩陷阱啊？誒，我話你未試過平時收到個電話咩？平時收到個短信咩？跟住又有人話誒、我哋你唔好話係咪電騙啊？收到個電話之後話我哋呢個又係咩銀行喎、啊？我哋呢個有咩美容中心喎、啊？又係啲乜嘢嘅？你中咗獎喎、啊？咁呢、這個社會上其實係充斥咗好多個陷阱嘅喎、啊。咁大家都知道啦，我話香港而家已經係冇乜工業㗎啦。好啦，工業啊全部上曬去，咁剩翻喺香港嗰啲全部都係商業、服務業、銀行業、金融業。咁好啦，咁每一個人都要生存嘅，都要食飯嘅。好啦，咁樣佢只不過係用佢個方法喺你個口袋嗰度攞啲錢落我口袋啫喎。要啊嘛，佢又要交業績，又要交數，咁所以佢要迎合你個需要，所以佢有好多個，佢可能會有好多個陷阱。我話呢個社會上就係充斥住呢啲咁嘅陷阱。好啦，咁樣點樣能夠平平安安由細到大能夠跳過呢啲陷阱呢？大家話點呢？所以我哋話我哋嘅德行嘅教育真係唔能夠少，因為喺學校嗰度淨係認識咗我哋嘅知識上嘅教育同埋一啲嘅功能上嘅教育。所謂嘅功能上嘅係社會有啲咩需要嘅，我哋就迎合社會有咩需要嘅，咩中英數啊、通識啊都會有，係有啲係會教你哋嘅，甚至有才藝啊、琴棋書畫都會有嚇。咁呢啲只不過喺我哋嚟講係屬於功能上嘅知識，但係德育個教育咧就係一啲嘅嗰啲嘅良能上嘅，因為我哋德育我哋其實係講唔到嘅，我哋。我哋點解係一定要咁著重講德育呢？德育又多規矩，又吟沉，又好似老一輩嗰啲講嗰啲嘢，咁究竟係乜東東啊？其實德行嘅教育，我哋一定好感恩我接觸咗嘅德行嘅教育，讓到我屋企能夠乜嘢和諧第一樣嘢。所以咧，接觸德行教育咧，第一樣嘢咧就係從我哋嗰個《弟子規》嗰度開始。咁《弟子規》嗰度初時開始時候，咪為咗個好似爸爸咁樣，為咗個女個女擺咗喺度，擺跟住媽媽先啦。爸爸就走出去深圳嗰度試下去揾下嗰啲所謂嘅幸福人生講座同埋德行教育。咁嗰陣時自己上去試之後咧，都算唔錯喎。然後知道咧好喎之後咧，然後開始咧引入咧俾屋企先啦。咁啊～初時太太就乜嘢嚟㗎？喺度望緊《弟子規》，咦，咪一個出去買套碟咪得咯，出去買套碟咪可以睇咯。跟住啊，得啦，你擺喺度啦，但係我揭下啦。你爸爸又擺出去擺咗台面嗰度個 sofa 度揭一揭，跟住個太太咧就攞嚟揭一揭。咦，咁似以前老豆講嗰啲嘢嘅，咁似阿爸阿媽以前講嗰啲嘢嘅。我係咧，個你阿爸爸爸媽媽就都係學呢度㗎啫。咁佢開始有嗰、那個想個興趣之後咧，然後就揭多兩頁啦。原來就開始咧，係喎，原來有一啲嘅位咧，係我哋好模糊咗嘅。只不過咧，係我哋古聖先賢咧留翻俾我哋一啲嘅智慧嘅結晶。咁然後就開始有喎。好啦，咁咧，而家多咗講教之以禮，育之以德，道之傳之以道，道之以正。咁呢、這個德行嘅教育點解係會相當之重要？好啦，教育啊嘛，記唔記得隔離兩個字係咩字啊？好細個係咪？上一次講過係咪？德行啊，我得閒至教下教育啦。因為呢個德育嘅德行教育咧，又唔係得閒就教下，係我哋一世咧都要去守護住嘅，因為當你守護住呢個嘅德行教育咧，亦都係守護住自己小朋友一個好重要嗰個位命。好，白叔叔，哦係，好啦，咁我哋都要靜一靜喎。咁我哋點樣從呢個德行個教育開始咧？
佢話修行無他法，在於多用心。咁咧，多用心會點咧？多用心其實就會能夠增加到自己對教育嘅敏感度啦。知道開始嗰、那個耳會靈啲，聽到一啲嘢嘅時候咧，知道邊啲係啱，邊啲係錯。因為社會上咧，而家你聽嘅聲音好多嘅，你打開個手機咧，有啲嘢你唔想睇都會睇到噶啦，嚇、啊。咁好啦，咁你睇到之後，如果你好奇咧，就篤入去嗰時咧，嚇、啊，就會越睇越多。咁但係又係咪咧？好啦，上次有冇講過成才啊？上次有冇講到啊？爸爸，成才，乜嘢先至成才？就請有聽過咧，好唔好啊？小朋友嗰度，我哋同啲家長嗰度佢。我同佢講：，你我都想小朋友成才啊！咁乜嘢先至係成才呢？能夠照顧到自己，能夠懂事，能夠生性，係咪啊？都有喎，係咪啊？好啦，記唔記得呢個啊？有冇睇過咧？係咪記唔記得係喜羊羊定係灰太狼係咪啊？有冇講過啊？啊？有你係咪啊？媽媽聽過係咪啊？係啦，呢個咧就係喺好多家長嗰度咧，其實我都有分享過呢一樣嘅。以後想自己嘅小朋友出咗嚟之後係做狼定係做羊啊嘛，係咪啊？其實係乜嘢啊？啊？唔係，如果出到嚟以後出到嚟社會啊，出到嚟社會咁就佢以後大個咗之後嘅，你想佢做個老師問啊嘛？你啊？做喜羊羊啊？點解做喜羊羊啊？點解做喜羊羊先？做喜羊羊俾人恰嘅喎，做喜羊羊係咪啊？自己仔女哇！呢個咁辛苦讀完書之後，跟住你要出嚟社會度做嘢，好啦，我當你好辛苦咁啊！讀完大學啦，要出嚟做嘢啦。咁出嚟做嘢，咁你會同一啲人入到公司嘅喎，好入到社會啦。咁樣係喺社會嗰度喺人群之中，你係做羊啊，定係做狼啊？怎麼會做羊啊？做羊會被人欺負的啊？做羊會什麼的啊？做羊會很輸蝕的啊？做羊之憂是什麼？只有跟著人來走的啊？人家的狼是那個狼一來到只有走的啊？只有是被傷害的啊？是不是？為什麼不做狼啊？爸爸呢？做狼其實是的，沒錯的，在那公眾場合做狼做羊呢，其實想呢很多都是，我都以後都想做狼的了。但是在公眾場合呢有時候很難說的，那就做羊呢，那就只是做一個披住羊皮的狼呢，當他利益在面前的時候呢，自己就很容易入人群的，就扮羊啦。當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利益在面前的時候就做狼了，也都有的，是不是？其實那時候說狼定羊嘛，是不是？如果你當你未懂選擇的時候，又不知道做狼定做羊的時候，你就會很容易會很憂了。憂什麼？因為沒有這個人字邊的憂嘛，我們想成為一個優良的人嘛。那優良的元素有很多嘛，是不是？優良的元素有什麼先？優良的元素有什麼先啊？好啦，想係優良，咁優良嘅元素係乜嘢？好啦，咁優良嘅元素其實好多嘅喎，係咪啊？我哋成日都話優質啊嘛，咁優質只不過係一個總括嘅名詞嚟啫喎，裏邊又包含咗啲咩咧？待人接物受唔受歡迎？能包括多唔多錢？學歷高唔高？做錯事使唔使你埋單？譬如有啲嘢佢會為你設想你未諗到嘅，佢已經幫你諗埋，為多啲人諗啊，都有啊，係咪啊？呢個優良嗰個素質其實係有好多嘢啊嘛，甚至包括到誠正信實同埋喜唔喜歡又夠唔夠慈悲心，夠唔夠喜唔喜歡喜捨喎？好啦，所以隔離嗰個人字好重要喎，係咪啊？記唔記得啊，爸爸？
咁所以呢、這個如果呢、這個人字部人之中冇咗隔離嗰個別手嘅，咁咪休咯，係咪啊？好啦，琴日要同嗰個同事喺度分享緊啫，因為我小朋友都唔係小朋友啦，一個二十歲啦，咁一個咧就十二歲。咁咧我同我家師姐咧周圍去做喺做啲去做啲去做其他事情啦嚇。我話你唔使顧屋企噶，你唔使理屋企噶。我話唔使啦。我話仔阿女由細到大都接咗個弟子規，佢知道咧佢做嘢嗰個進退咧，佢自己有分寸。咁啊家姐咧，當爸爸媽媽唔喺度嘅時候咧，又會識照顧細佬，甚至煮埋飯等我哋翻嚟。咁所以咧，我話接咗個弟子規之後咧，咁我唔擔心，我突然間收到學校嘅電話，喂，你個小朋友喺學校乜乜物物喎，咩打人啊、偷嘢啊，跟住又亂牽手插喎、啊，都有啲咁嘅事情。起碼佢學咗個弟子規之後，佢知道乜嘢叫做守規矩，乜嘢叫做唔好讓父母擔心。咁佢我哋又唔會擔心小朋友突然喺出邊犯咗啲乜嘢事咧，就收到電話，甚至出咗事之後咧，多數都係而家好多啦。如果出咗事之後，咩邊個找數啊？係咪阿爸媽找數啊？暫時未暫時唔使擔心住啊。所以而家出邊咧好多事咧，都係出咗事之後咧，都係暫時都係阿爸阿媽找數。咁呢個咪休咯？呢個係咪啊？當你學咗弟子規之後嘅，你咪唔使休咯。變咗因為佢優良啦嘛，佢優良啊，你咪唔使休咯。所以我到咗十二歲之後咧，我都可以適當咁樣去放手啦。好啦，我唔因為呢個沉氣，我再講多一次嗰個木桶嘅理論啊嚇。因為呢個木桶理論咧，我咁多堂我都有講嘅，因為呢個相當之唔錯，亦都係景。因為又喺度不斷咁樣提醒我，嗰、那個木桶嗰度其實真係能夠做到嗰、那個。咁好啦，以前古人嗰陣時候裝水嗰陣時候係用呢個木桶嚟做嘅。咁呢個木桶咧就成為一個竹嗰、那個，全部都用木板嚟做嘅。佢話：工欲善其善，必先利其器。陶呢、這個咪陶器啊？係啊，大器晚成容器。咁呢個器以前都係古人嗰陣時咧係代表咧嚟裝物件嘅，裝水嘅。咁咧，亦都譬如咧，我哋人咧，以後出咗嚟社會咧，就成為一個大嘅器皿，能夠裝多啲水。咁好啦，咁最後就係話，一個器皿佢裝用呢個木桶，一個器皿裝水嗰、那個水嗰個最高點。咁我成日問家長啦，我話係取決於乜嘢？咁家長其實佢哋大家都唔知道。咁佢話佢因為佢唔係瓦缸啊嘛，佢唔係穿咗嘛，佢係一個木桶，佢用好多塊木板咁樣組成嘅。咁啊好啦，我哋當然係想佢上裝到滿滿的水啦。咁但係如果佢呢度崩咗一塊木板嘅，咁佢又裝水嗰個水量取決於乜嘢咧？咁大家都知道啦，裝水個取決量係取決於最低嗰塊板，最低嗰塊板有幾低嘅咁。佢裝水永遠都去到嗰度咧，就流瀉曬噶啦。其他板咧幾高咧，都係冇意思嘅。咁好啦，咁甚至有啲咧就係話低到好低咧，咁嗰個桶咧僅係裝好淺嘅水，好薄嘅水。咁呢個仲係咪器皿啊？唔係器皿啊，裝唔到水啊嘛。好啦，咁呢個喺度提醒緊我咩咧？呢個佢話呢個木桶效應，佢話盛水量嘅多少取決於邊一塊板係最低。咁咧，好啦，而家我哋做家長嘅，我哋成日都係諗住想佢更加叻、更加成才、更加去能夠成大器。咁我哋冇諗到，我哋成日去冇諗到佢哋最低嘅塊板係乜嘢。點解咁咧？哦，因為喺學校嗰度，大家都因為我哋一開始咧，我哋未接觸聖言教嗰陣時咧，我哋好容易會去攀比啊嘛，會去比較啊嘛。去到學校接小朋友之後，第一樣嘢會話：，今日你嘅考試成績點啊？高唔高啊？我爭兩分啊！咁低咗兩分咧，其實咁容易，點解你得唔到咧？咁我
有時嗰啲爸爸媽媽都會好緊張嘅喎。馬上係乜嘢啊？馬上去補習咯。阿女，你星期六仲有時間講，去補私人，去補私人啊！啊，嗰個平時補嗰啲唔夠啦，就去補私人嘅咯喎。好啦，有英文啊、數學啊、音樂啊、才藝啊、數學啊都可以去補，將嗰塊水桶嗰個板上面再加高嗰啲板。但係其實我哋冇睇到佢呢個桶裝水嘅裝水量係取決於最低嗰塊板。咁呢塊板其實係就係我哋小朋友而家嗰個所謂嘅而家嘅嗰個素養，嗰、那個好需要嗰個素養，好需要嗰、那個有啲係好需要嘅規矩啊，同埋秩序啊。大家睇下啲複製咧，呢、這個咧就係我哋嗰、那個係喺我哋嗰、那個慈孝一個營嗰度嘅時候咧，大家一齊好多家長咧都送埋佢自己嘅仔女咧過嚟呢一度去學習嘅。跟住咧就係嗱呢一個咧就係最近咧最近咧係我哋一齊去辦一個嘅人民素質營嗰度嘅。咁咧，雖然我哋你見到當中有好多小朋友、好多家長，咁我哋教佢乜嘢？我哋唔係教佢計數計得快喎，我哋唔係教佢心算喎，亦都唔係教佢其他學校功能上嘅嘢喎，我哋只係教佢一樣嘢嘅啫，僅僅能夠爸爸媽媽翻嚟屋企之後，僅僅能夠斟一杯熱茶俾爸爸，係咪啊？攞對拖鞋俾爸爸，好唔好啊？能夠送上一杯有温度的茶，等爸爸媽媽出咗去做嘢之後翻嚟，知道屋企係温暖嘅。嗱，同咗我呢個小女孩，咪捧住個杯咯，捧住個杯咪然後又俾媽媽咯，啊！因為有啲佢係好早啊，好早又呢搭成兩個鐘頭車次過到嚟呢一度，咁嚟到呢一度之後，佢哋將個小朋友放低。跟住咧，然後咧就叫個家長咧先離開，大約係五六個鐘頭啦。然後咧，然後你五六個鐘頭之後咧，然後再翻嚟驗收，再至收貨。咁當然啦，我哋入邊咧就有唔同嘅但係我哋都係離不開聖言嘅教學。好啦，咁呢一張咧其實就係一班同一班比較中學生，由中一去到中六咧。一班嘅中學生咧，我哋就出去嘅。咁我哋出去嗰陣時咧，雖然係話我哋就係去旅行，但係如果我哋喺去旅行之中，我哋係要帶一啲嘅責任俾佢哋嘅喎，唔係話僅就話我哋去行下山啦，吹下風啦，睇下藍天白雲啦。其實唔係嘅喎，我哋仲要話俾佢知道，我哋點樣喺行山之中點樣感受到我哋係大自然嗰一部分，甚至係話。我哋仲要有責任將我哋產生嘅垃圾同埋周圍嗰啲嘅垃圾，我哋都要攞，我哋大家都要動手執翻乾淨嘅喎。咁執翻乾淨之後，咁、那個嗰、那個場地咧咪好乾淨咯。咁留俾下一次嗰啲人咧有更加乾淨嘅地方喎。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嘅積福嘅一個行動喎。好啦，咁樣我哋要愛小朋友，就要愛埋佢嗰個，愛埋佢嗰個嘅遺命喎。咁遺命，遺命小朋友嚟講係要有嘅，即係等於係你一個嘅户口簿嗰度，你要有一啲嘅，你要有一啲嘅資糧，你要有一啲嘅儲備，咁然後你至能夠容易都，因為你個生命就容易，生命就爸爸媽媽賜嘅，但係慧命咧就要喺慢慢嗰度咧喺之中咧就係要儲蓄嘅。咁點解咧？前日去咗一個明愛嘅一個嘅樂人學校嗰度，咁咧我就請咗一啲嘅義工咧就去嗰邊嗰度去做一啲嘅聖誕晚會，咁去幫手啫。咁但係嗰邊學校咧，大部分咧都係嗰啲嘅
一歲由出世到十八歲嗰啲嘅學生就喺嗰度嘅。咁一般人咧係入唔到去嗰啲學校嘅。咁佢入邊嗰啲咧，大部分都係重度需要照顧嘅一個嗰啲嘅案主嚟嘅。咁有啲甚至係那個面容啊，佢個身體啊，同埋佢經常會好容易抽筋啊，甚至你見到一啲陌生嘅人，佢會緊張到咧，成個人咧即刻個面咧呈現藍色咧，就差唔多係缺氧咁滯。咁嗰個即係等於係嗰個唐氏綜合症之後嗰啲嘅年青人嚟嘅，嗰啲小朋友嚟嘅。好啦，佢哋一出世就已經係要面臨咁嘅苦啦。咁好啦，如果自己嗰個小朋友健健康康，咁其實係咪已經好幸福啊？因為佢唔需要經歷咁嘅痛苦啊嘛。咁講到去到嗰啲明愛嘅地方咧，其實咧就係、是、你會發覺咧係社會俾佢哋嘅資源咧，其實社會個香港嘅社會福利係做得唔錯嘅，差唔多係一個學生有三四個照顧者係照顧佢嘅，但係佢哋相當之佢哋係冇反應嘅，佢哋就但係我哋點解又要去咧？因為如果佢哋由出世到出世嗰刻，其實佢哋已經冇機會翻屋企嘅，佢只有喺病房嗰度度過。咁佢病房嗰度人又少，佢見嚟見去咧都係見嗰張牀同埋天花板。咁所以我哋有活動嘅時候咧，多數咧都會帶佢哋出去習慣下見護士以外嗰啲嘅人，等佢見多啲生面口嗰啲人。雖然佢冇反應俾到你哋，但係佢有啲咧，佢好緊張，好緊張，好喐得好犀利嘅。但係有啲咧就好容易抽筋嘅。咁我哋咪要因應佢哋嚟關懷咯。咁其實我哋入到去做咧，我哋都會好有福嘅。我哋都係因為我哋見到一啲好苦嘅地方嚇、啊。我哋平常人係入唔到去嗰啲嘅一啲嘅地方，而且我哋冇任唔能夠有任何嘅相片嘅。因為學校是一個很高度保護他們這一類的照顧者，所以我們是去到那裡，其實是我們雖然是做義工做志工，其實我們是最得益的。哇，見到他們然後再看自己的小朋友，哇，自己的小朋友好手好腳健健康康，其實已經是很好的福氣了。咁所以咧，我哋就一定咧，就要除咗係愛自己小朋友個命之外咧，更加要去愛佢哋個慧命啦。咁點樣能夠知咗慧命啊？好簡單啫，見到叔叔姨姨咪點下頭咯，笑下咯。見到人哋開始入 lift 嘅點啊？係咪嗱聲撳閂門啊？大家都唔會講。以前我哋係咪會撳住開門嘅？可以嘅就盡量教小朋友撳住個開門。方便人哋咯，方便人哋等於乜嘢？你有冇諗到啊？我哋師傅講得好順口嗰度喎，方便人哋等於為自己開路，係啦，方便人哋等於為自己開路。哇！呢個講得好好喎。好啦，咁我哋都要靜一靜，諗一諗，我哋會要點咧？修行無他法，又係多用心啦，在於多用心。哦。呢、这、一個啊，咁快講到呢一度咁快，睇下先啊。好，咁呢度咧有一段片咧就係我早一排輯錄落嚟嘅。咁咧，但係呢個係現實嘅生活，咁同聖賢嘅教學又有乜咩分別咧？又有咩關係咧？佢喺嗰個利益嗰、那個撳著利益個點嗰度。他們選擇了一些錯的路，所以他就會越走就越糟糕。所以我們在學聖賢的時候，我們第一件事要學放下的面子，第二不要學攀比，第三我們要學持戒守規。好了，如果不持戒守規又會怎樣呢？好，我們一起看看片段。最低的前三個城市之一，
但近幾年60歲以上長者犯案不跌反升，去年數字上更加超越了年輕人，原因是甚麼呢？歡迎收看時事多面睇。香港去年的犯罪率創下40年以來的新低，每10萬人當中有825宗罪案，取代東京，在全球低犯罪率城市晉身前三名。是啊，雖然整體的數字下跌，但是60歲或以上的長者犯案被捕近年不斷上升，甚至超越了年輕人。他們為何會挺而走險犯案呢？不少長者都面對經濟的困難，又或者缺乏家人的支持和關心。有學者說，長者的犯罪率越來越高，亞洲國家和地區都有這個情況，政府要正視和防範。66歲的權叔剛剛心肝入伙，他曾經因為賣冒牌手袋、販賣私煙和襲擊等等，留了十幾次案底，監獄幾乎做了他屋企。今年三月出獄，他透過善道會的計劃和七個男性更生人士入住油麻地這個單位。雖然權叔案底累累，但原來他後生嗰陣做過警察。檢察訓練學校學講開嗰陣時，佢18歲加入警隊，做過巡警、衝鋒隊同交通警，一做就13年，直至佢啱啱出世嘅女兒發生意外，令佢走上一條不歸路。你照顧佢嗰個跌倒跌親個頭，咁我就送咗佢去浸會醫院嗰度做手術，因為欠咗一筆醫藥費，出嚟做保貴你啊，開賭檔啊。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就俾警察內部情報科即查到我係有進行啲非法活動，於是喺83年我就自己告示廉政警察，咁啊出嚟咧就乜都做啦，偷呃拐騙乜都做。佢之後翻內地從事保險，同朋友夾錢做生意，賺過錢，買過幾個物業。但是89年樓價大跌，佢變成負資產，住都冇地方住，太太同個女兒都離佢而去。90年代回香港，他投靠媽媽，好不容易找了一份停車場保安工作，但是未夠一年，政府實施強積金，他被炒魷魚，自此就開始撈騙。由你浪蕩中央遊到去廟街，就啱啱依依依嗰啲所謂兄弟，咁佢哋喺度搞啲冒牌手袋，借咗幾萬蚊，就租咗一個檔口。不幸事又再出現啦，當晚入夥嗰陣時，海關大人嚟揾我。一個月頭嚟數了我27日，就拉人夾風艇，咁由嗰時開始就步入監房啦。今年年初，佢又因為販賣私煙被捕，上到去法庭，裁判官教訓咗佢個半鐘。你十幾個案底噶啦，你唔好再嚟嚇、啊！我舉手，我法官大人，我一定唔會再嚟，因為我都冇飯食，無家可歸，係咪先？監房是我最好的出處啦。現在問你會犯事啦，你話？我會，我一定會犯事。現在我社會是好容易犯事的，你拿兩個奶粉去深圳又坐監了，我要越領過那麼多，我要擁有那麼多，我今生無悔。會不會很想見回第一個女兒？如果你們有辦法幫我，就俾我知道佢嘅生活，同俾我離遠望下佢得啦。唔好俾我安排我同佢坐埋，因為我醜，因為我唔係一個好丈夫，亦都唔係一個好爸爸。協助權叔嘅善道會話，提供理想嘅居住環境，有助提升更生人士嘅自信，亦都係幫助佢哋重過新生活嘅重要一環。社工會定期輔導住在這裡的人，以及是幫他們修補和家人的關係。近年香港的整體罪案數字持續下跌，去年的犯罪率更加創了45年來的新低，整體的被捕人數亦都有下跌趨勢，但是60歲以上的長者被捕人數反而按年上升，去年更加首次突破4000宗，而且比20歲以下的被捕青年還要多。城大社會科學系教授崔永康前年開始研究長者犯罪的議題，他說長者犯罪率上升是亞洲的大趨勢，但是社會似乎未有關注。不單止香港，
原來咧，有日本啊、南韓等等嗰啲地方咧，佢哋個老人犯罪或者被捕嘅數字咧，就每年都遞增。青少年嘅防範佢哋犯罪咧，似乎咧我哋係相對地多嘅，老人嘅犯罪咧就真係比較少啲嘅。學術界認為要降低長者嘅罪案率，首先要了解佢哋係幾時第一次犯罪，要知道佢哋係初犯嘅白手，抑或係慣犯，先至能夠對症下藥。但係政府每年只係籠統咁公布長者嘅被捕人數，好難揾到更多資料。外國個研究裏面咧就好簡單，第一種咧就話佢係喺六十幾歲之後咧第一次犯事嘅，真係多啲係可能佢嘅周遭嘅環境咧令到佢犯事。如果一個人咧本身已經係不停地犯事咧，咁其實好大機會咧如果佢冇學到一啲嘅新嘅技能啊，或者佢有一啲新嘅機會俾佢去改過自身嘅話咧，好大機會呢班人咧就會重犯。去年六十歲或以上的被捕人數之中，超過一半人是犯偷竊罪，其次是暴力、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和詐騙。曾經做過社工的城大犯罪學系教授黃成榮說，不少的長者都抱住貪小便宜的心態，拿完東西不給錢，又或者是幫人走水貨賺錢等等，他們挺而走險，多數是因為經濟困難，又或者和家人關係疏離。咁如果再預證咧係冇乜仔女肯照顧佢嘅話咧，咁你諗下，淨係單靠政府嗰啲老人金啊，或者嗰啲資助咧，其實都唔夠錢使嘅都。你香港啲食嘢咁鬼貴，咁啊，如果我當你一日有100蚊，你一個月要3000蚊，咁先至僅夠食。咁你話雖然搭車2蚊啫，我哋都聽過有啲所謂嘅老人家咧。佢係特登搏入去坐監，顧及佢嘅營養啊、餐單啊，亦都咧係叫遊下車頭有衫著啦。咁啊，亦都有一啲所謂同伴喺入邊。我哋有時話老人犯罪，到底係反映緊佢一個受害人，因為佢係一個犯罪者。67歲嘅曾姨，年紀之前喺旺角山東街開檔賣自己車嘅布袋。呢一日，佢將唔同款式嘅布袋轉送俾啱啱出獄嘅長者，係佢作為過來人嘅心意。呢個係送俾男士嘅，呢個送俾女士嘅。咁女士咧就多啲色彩啊嘛，色彩多啦，即係我覺得表示係人生仲有好多希望啦。曾姨曾經因為個仔失業，冇錢交租同埋水電煤費，佢同朋友一齊呃人錢，因為串謀詐騙罪被判監3年。佢出獄之後定期同社工見面，但係更新嘅路並唔係一開始就暢順。咁我出嚟同啲朋友打麻雀啊、飲茶啊嗰啲人咧，打麻雀人打到嗌交，做咩意思啫？一啲都冇還嘅，而家即係我啲細佬啊，即係同我講嘢咧，都俾嘢我聽，又話我坐國監，我個心好痛。佢話透過參加唔同類型嘅義工活動，令自己生活得有意義。回想喺獄中嘅日子，佢反而覺得感恩。我初初俾人拉咗10年，哇！我明明有機會揾大錢嘅喎，俾人拉咗真係唔抵。啊！我睇佛經嗰度先至覺悟嘅喎，嗰度我都係空空白白㗎。咁我就花時間。咁啊，揸住本佛經啦。佛陀話：人咧要最好保持本來清淨無染的心，就能適應一切苦。我出嚟要做義工，我亦一定要改過。善道會喺過去3年，每年都處理超過550宗更生長者嘅個案。喺佢哋出獄之後嘅第一個月同埋1年，分別係社工介入同埋協助佢哋融入社會嘅關鍵時間。年紀比較大啲啦，學歷又唔係好高啦。咁當佢哋個生活上面係有困難嘅時候，屋企人嘅關係又唔係幾好啦。會同翻朋友以前嘅朋友一齊啦，家庭啦，社會人士嘅支持同埋關懷啦。可以俾多啲唔同嘅機會佢哋。除咗更新人士以外，佢哋可以有另外一種角色去重新投入社會。唔好唔做，因為而家個社會已經同我哋唔同。一出事，
可能個個坐五年六年，我都冇機會再出嚟。咁如果善導會有真咁好嘅床俾我，我真唔足啦。人生不如是十之八九，我仲會競爭咩啫？即錯就唔改，唔係話你錯咗啲乜嘢嘢，最緊要你知道係錯咗，你就要改，唔好放棄。六十歲以上人士犯罪數字不斷上升，有關嘅政府部門有啲咩相關措施咧？警方話會密切留意有關嘅情況，並且設有機制向一啲犯較輕微罪行嘅長者行使酌情權，以警戒代替檢控。而懲教署就話會向年長嘅在囚人士提供心理輔導、康健器材同埋職業訓練課程等等，協助佢哋獲釋之後重投社會。今集時事方面睇講到呢度，下一集再見。大家看完這個了，很近的，是最近這幾個月而已，是不是？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社會那裡老人的犯罪是會特別多？大家有沒有看到中間那個原因是什麼呢？老人犯罪的越來越多了，那它當中有幾個有曾經提過幾段東西的，多數是什麼呢？租門不夠，錢不夠，是啦，要花，跟住呢？家庭關係，家庭關係，啱啦。好啦，咁咧，我睇呢段片之後咧，我突然間喺度諗緊，香港乜都有，係咪啊？光怪陸離乜都有，有一樣嘢係特別多嘅。睇下鬼片都有啊，其實佢一定有嘅，所以大家都唔相信，原來呢個社會嗰度有呢個三寶中心嘅喎，係咪啊？會啲嘢都唔講錢嘅，淨係講嗰個點樣宏嗰個德行喎，係咪啊？所以大家過嚟都好奇怪，所以啊，多啲叫朋友過嚟咯。好啦，講翻正題啦，香港係乜有咩多咧？喺比其他國家都多嘅就係話不孝子女特別多。是不是不孝那些的，他不是想怎樣說好呢，因為他從小就沒有接觸到一些東西，所以他就覺得說，哦，老人家老了，應該是什麼，應該是輪院，是不是，哦，老了就去輪院，老了就是社會照顧，他從來都沒有想過，其實年輕那些其實他也有份的，因為你爸爸媽媽年紀大了之後，我們都要照顧的，那為什麼又會去了老人院的呢？大家其實你知不知道，我們師父說了一句話，我們在台灣那裡是很少很少，我們那裡在台灣那裡有起學校，有起教堂，有起其他的社會的中心，唯獨是沒有起老人院，是不起老人院的。咁我點解嘅？咁因為我哋嘅師傅都講過，話老人院其實係只不過係一個緩衝之計，最好安老嘅地方係乜嘢？老來從乜嘢？老來從子係咪啊？最好屋企，最好嘅地方，其實最好嘅老人院其實就係自己屋企。咁但係而家啲年青人，佢好容易就話結了婚之後，就算有地方住都乜嘢啊？阿爸阿媽，我搬走了，是不是？我搬走了，我二人世界了，是不是？其實二人世界是啱的喎，不過你又唔好搬咁耐啊！我一搬就搬廿幾年，跟住又做咗樓奴了，是不是？屋企有時有啲我哋探咗老人家嗰時，屋企大喎，咁但係冇人自己住。我話婆婆，你一個人七百幾尺得唔得啊？佢話。他自己都照顧不到自己了，七百多呎的地方，他仔女搬出去住了，不是不夠地方，
係嗰、那個太太，哎，我要有自己嘅生活嘅空間，我哋搬出去。好，嗱，搬出去都唔緊要啊，但搬出去你又冇去睇自己嘅父母，咁你自己又要去做去做供樓，咁其實某程度上係有即係揾自己揾自己笨嘅。好啦，當如果有個小朋友之後，有小朋友之後咁，又老人家又唔喺身邊度照顧，體驗唔到家有一樓如有一寶嘅情況喎。但係社會上咧有一個好大嘅詛咒就係乜嘢？婆媳咧一定係唔啱嘅喎，婆媳係咪啊？咁其實婆媳咧又唔係一定唔啱嘅，其實有方法嘅。不過咧主要咧就係、是。我個學咗聖言之後咧，就係男士不能夠太弱，即係喺屋企上面嗰個角色咧，唔可以太弱。咁多數咧，太太咧可以問啊，我同阿媽跌咗落水裏角邊個先啊？多數，咁啊，多數都會問嘅喎。你愛我，你梗係救我先啦。一個諗住咩，都會考呢個先生嘅喎。咁所以咧。在男士來講多數就是因為男士呢他天生呢他又怕什麼怕煩嘛 男士是其實男士是 很怕煩的他多數就是會逃避這個責任的會搞到他婆媳之間不和其實男士呢是佔了一個很大的比例的又為什麼呢因為其實我都是男士、最近有一個課程就是說男士呢內在呢其實是一個小孩幾多歲都好咧，裏邊咧，心目中咧，內在咧係一個小孩嚟嘅，所以咧多數咧，咁佢又有啲啱啱地喎，因為多數女士咧都會比較容易啲成熟嘅，男士係會比較慢啲嘅。當自己有咗仔女之後咧，就會開始噶啦。咁好啦，咁佢話講翻啲老人家度，佢個情況就係話，都香港就係不孝子女特別多，佢又唔係話不孝，但係佢係。至少就係好少接觸到聖言嘅教育，咁所以就話哦，社會跟住做咪跟住做咯。社會話哦，要二人生活嘅，咁咪二人生活咯。跟住以前係四人小家庭，跟住而家就二人啦，係咪啊？跟住而家二人之後咧，跟住乜嘢啊？200多萬買個劏房係咪啊？一個人嘅生活喎，又身邊有冇朋友有咁啊？有係咪啊？係喎，嗱，大家都知道啊嘛。以前係一個大嘅家庭嘅，結咗婚之後，然後出去，跟住四人家庭，四人家庭慢慢就變到二人家庭，二人家庭就變咗係一人嘅。我自己教育我自己，係咪啊？咁就係佢真係佢哋離開咗個聖言嗰個教育係遠咗，所以咧佢哋喺社會上邊咧，佢哋有啲好無名嘅嘢咧，越嚟越近。咁因為我哋其實我哋你諗下，如果你香港社會你我哋一齊去做嘢，太太又做嘢，先生又做嘢。如果有個小朋友嘅，如果小朋友交俾個老人家係帶嘅，其實兩公婆咧翻到去之後咧，其實比較容易啲處理嘅，係咪啊？功課我嚟，咁就接送咧就由老人家，老人家又可以有時間。咁其實呢個屋企嗰度係就係因為少咗嗰個聖言嘅教育，喺我哋不知不覺之中，我哋一個散咗一個屋企。咁所以因為點解我係諗咧？因為我開始嘅時候，我自己有小朋友嘅時候，我都係同父母唔一齊住嘅。但係我諗緊，其實當你個先生有事嘅時候，個太太背後有冇其他嗰個可以支援到你嘅嘢咧？其實係冇嘅，係咪啊？所以就話，如果係可以，屋企個空間係可以夠嘅情況下，梗係一齊住啦。但係嗰個太太就一定要好有智慧啦，好有智慧，點樣同自己嗰個家婆啊，同埋即係先生個家人啊，要共融得到啦。呢、這個就一定要好靠嗰個女德。如果有讀女德嗰個咧，咁就容易啲，能夠同屋企嗰個嘅。公公婆婆一齊融合嘅，如果唔係嘅，又好容易接受到一個社會上嘅乜嘢詛咒啊！唉，家婆同媳婦一定乜嘢啊？一個揸刀，一個揸錘，片個咁嗰時佢，我哋都即係新聞都睇過啦。有時逼到嗰個男嗰個乜嘢，逼到男嗰個都要自殺嘅，係咪啊？所以咧，所以屋企咧，聖言嗰個教學
係離我哋係好遠，咁但係有冇用呢？其實就絕對係有用嘅，因為能夠讓到我哋有一啲位嗰陣時候，我哋唔會係為所欲為，我哋係會可以做到一個持戒守規嘅嗰一刻。譬如話，要嗌交嘅入咗房先啦，咁咪可以咯。好，講一個先啦。咁咧，既然講到嗰、那個聖言嘅教學，咁咧而家有啲時間咧，我就先我哋有讀過《弟子規》，亦都讀過，大家有讀過《朱子自家格言》啊？讀過係咪啊？咁以前咧，因為我啱接觸朱子自家格言嗰陣時候咧，社會上咧係冇咁多咁嘅資訊嘅，咁啊又係國語，咁啊好辛苦嘅情況下咧，嗰陣時國內咧就有人推廣嗰、那個聖言嘅教學，咁有《弟子規》，亦都有朱子自家格言。咁咧呢段朱子自家格言咧，就咧我嗰陣時咧我就係買翻嚟咧就係一路聽一路學。咁當時咧係俾個小朋友一齊學嘅。咁呢個咧就呢一個之後咧，先至有嗰個文字版，仲係廣東嘅添，仲係粵語版先。咁不如我哋而家一齊去領受下呢個嘅聖言嘅教學。咁咧佢咧呢個咧就係話各位老師讀一句，各位小女孩又會讀一句。咁我哋就跟住個小女孩一齊讀啊，好唔好啊？咁呢個大約係十零分鐘。咁當時咧，我哋係完全冇個手冊嘅，唔知係噏乜嘅。但係聽熟咗之後，而家要唔聽就唔安樂喎。大家一齊試一下。朱子治家格言。朱子治家格言。黎明即起。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要内外整洁。既婚便息。既婚便息。关锁门户。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半丝半缕。恒念物力为艰。恒念物力为艰。一味语而绸缪。一味语而绸缪。无灵可而绝景。无灵可而绝景。自奉必须简约。自奉必须简约。宴客切勿流连。宴客切勿流连。器具质而洁。器具质而洁。寡否胜金玉。寡否胜金玉。饮食约而精。饮食约而精。原书欲珍馐。原书欲珍馐。勿盈华屋。勿盈华屋。勿谋良田。勿谋良田。三姑六婆。三姑六婆。食淫道之美。食淫道之美。必美切交。必美切交。非闺房之福。非闺房之福。奴仆勿用俊美。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妻妾切忌艳妆。宗祖虽远。宗祖虽远。祭祀不可不成。祭祀不可不成。子孙虽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勿欺智。居身勿欺智夫。教子要有一方。教子要有一方。不贪意外之财。不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勿饮过量之酒。与肩挑贸易。
与肩靠贸易，故占便宜，故占便宜，见贫苦亲邻，见贫苦亲邻，须多温煦，须多温煦，克薄成家，克薄成家，礼无久享，礼无久享，伦常乖舛，伦常乖舛，利见消亡，利见消亡，兄弟叔侄，兄弟叔侄，须多分润寡，须多分润寡，长幼内外，长幼内外，以法素慈言，以法素慈言，听父言，听父言，乖骨肉，乖骨肉，岂是丈夫，岂是丈夫，重子财，重子财，薄父母，薄父母，不成人子，不成人子，嫁女则家婿，嫁女则家婿，无所重聘，无所重聘，娶媳求淑女，娶媳求淑女，无忌厚廉，无忌厚廉，见富贵而生谗容者，见富贵而生谗容者，最可耻，最可耻，欲贫穷而作骄态者，欲贫穷而作骄态者，见莫甚，见莫甚，居家戒争讼，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讼则终凶，处事戒多言，处事戒多言，言多必失，言多必失，勿事事利而临逼孤寡，勿事事利而临逼孤寡，无贪口腹而自杀生擒，无贪口腹而自杀生擒，乖僻自恃，乖僻自恃，悔悟必多，悔悟必多，颓惰自甘，颓惰自甘，家道难成，家道难成，侠逆恶少，侠逆恶少，久必受其累，久必受其累，屈至老成，屈至老成，急则可相依，急则可相依，倾听发言，倾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赠粟，安知非人之赠粟，当忍耐三思，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须平心暗想，师会顾念，师会顾念，受恩莫忘，受恩莫忘，凡事当留余地，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庆，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庆心，不可生喜庆心，善欲人见，善欲人见，不是真善，不是真善，恶恐人知，恶恐人知，便是大恶，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见色而起淫心，暴在妻女，暴在妻女，逆愿而用暗箭，逆愿而用暗箭，祸延子孙，祸延子孙，家门和顺，家门和顺，虽庸孙不济，
虽庸身不济，亦有余欢。亦有余欢。国客早完。国客早完。即囊驼无余。即囊驼无余。自得至乐。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岂计身家。守分安命。守分安命。顺时听天。顺时听天。为人若此。为人若此。树乎近焉。树乎近焉。好，咁样咁。诸子之家格言。诸子之家。好，咁样咁多位，嗱系咪唔知讲乜咧？又好似又几好听，但系如果你要将嗰个诸子之家格言背落嚟，其实本身都有难度噶啦，因为如果嗰阵时系国语嚟嘅，又唔知佢讲乜。又好似好深，咁你讀得到都已經好好噶啦，讀得到，跟然後你要讀得通，讀得通之後咧，你要讀得熟喎，讀得熟咧，佢就記咗係記。當你熟嗰陣時咧，其實咧小朋友嗰度咧，就自然都已經熟噶啦，因為做大人嘅記性好差嘅，大人嘅記性都讀得熟嘅咧，嗰時嘅小朋友咧，淨係伏喺度嘅耳仔聽咧，都已經都聽得熟噶啦。嗰陣時咧，呢個時間咧，經過一段幾漫長嘅時間之後咧，原來屋企咧就慢慢啲引入呢、這個讀得到呢個聖賢嘅教學啦。咁嗰陣時仲係未有嘅喎。咁不如我哋就讀一讀嗰、那個睇睇個而家最近嗰個廣東話係有字嗰、那個，起碼都知道佢噏乜嘢。其實兩個音調都好好嘅。咁但係我哋睇咗嗰個字之後咧，起碼知道原來嗰個字呢段文章咧入邊個意義咧。其實僅僅係幾個字，但係咧係相當之有內涵嘅。好，諸子之家格言：黎明即起，灑掃平除，要內整潔，並分辨識，關鎖門戶，必親自點點，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頓思伴侶，行念物力為艱。而未雨而綢繆，無能喝而掘井。自奉必須欠約，宴客切勿流連。器具質而潔，雅否勝金玉。飲食約而精，元素如珍馐，物形華屋，物謀良田，三姑六婆，實人道之門，媲美切嬌，非閨房之福，同僕物用盡美，妻妾切忌艷妝，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成。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居心無奇嚴學，教子要有義方，莫貪異化之財，莫飲過量之酒。與偏挑貿易，無佔便宜，見窮苦親鄰，雖家溫恤，刻薄成家，你無久享。鄰常乖喘，立見消亡，兄弟叔侄，雖分多潤寡，長幼內外而發叔慈業，聽苦言，乖不育，岂是丈夫？重之才，薄父母，不成人子，家女宅佳婿，無殺重聘。取色求淑女，物計厚廉。見富貴而生潛容者最可恥，遇貧窮而作嬌態者
渐莫甚，居家戒争重，重则中空，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勿恃势力而凌迫孤寡，勿贪口腹而自杀心求，乖僻自是悔悟必多，颓废至今家道难成，合力恶笑狗必受其累，一至老成急则可相依，轻听发言安置非人之正数，当忍耐三思，因是相争焉知非我之不使，虽平心暗想，思维无念受因莫忘，凡事多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庆不可生道疾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见识嫌弃人心好在妻女，溺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家门和顺虽庸酸不计，亦有余欢，国货早年即浪荡无余，自得自乐，读书自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守份安宁顺时听天，为人若此恕乎近言，诸白罗书。好，咁样咁多位朱子，好啦，嗱，朱子嘅人呢有文字就咪好睇啲啊！因為我哋一開始咧，我哋係讀國語嘅，咁咧所以咧，我哋有時啱嚟到三寶中心咧，再讀翻《弟子規》嘅粵語咧，自己有啲激嘅，激到唔知睇得好難跟得上啊！咁啊又用咗中國語嘅發音，所以就會有咁嘅情況。咁好啦，大家都已經我想問一問先。就仲有啲時間啊！大家都嚟到呢一度，都知道係接觸聖賢嘅教學。咁第一樣嘢就係幸福人生嘅講座，係咪啊？咁咧其實咁講嘅，如果我唔係接觸咗聖賢嘅教學咧，屋企就冇咁和諧，就冇咁幸福。咁上一次咧都講過啦，就係話最好嘅家教係乜嘢啊？記唔記得咧？最好嘅家教。你諗先啦，等我用一個紙巾先啦。得，我有啦。可以啦，記唔記得咧？嗱，我哋呢度又講聖賢嘅教育啊嘛。又話講幸福人生啊嘛，幸福人生講咗啊嘛，咁我哋都係著重一個屋企有家風嘅地方啊。咁最好個家教，記唔記得上一堂佢講乜嘢咧？記唔記得？點樣教佢默書寫字？點樣去斟茶？點樣去斟茶俾屋企？定係話要同我為屋企而付出咧？嗱。其實你們兩位已經做到了，最好的家教就是一場幸福的婚姻，記住了，最好的家教就是一場幸福的婚姻。我不是賣廣告，今晚七點鐘無線會有一套叫做星期日檔案，他講話當父母離異了之後會對他的小朋友有多大的影響，因為香港的離婚率很高嘛，其實不是香港的，國內都是的了，每三個之中就有一個是會離婚。好啦，咁我哋不斷咁樣講嗰個一個好好嘅家庭嘅教育，一個素質嘅教養。咁所以咧，兩公婆建立一個温馨嘅家庭，
就是對他的小朋友一個最好的最好的一個的家教。是啦，那弟子規和這個聖賢的教學讓到我學了之後，其實第一 我就在家裡幸福了，第二呢我就是開始學了弟子規之後呢，然後我就開始接觸到慈濟。咁慈濟咧，亦都係一個有辦一個教育嘅機構，亦都有辦教育嘅。慈濟咧嗰個教育咧就係教育嗰個五段式個教學。咁初時咧，我入去之後咧就係、是，咦乜從喺第乜喺？大家有冇聽過慈濟先？慈濟係一個機構，一個行走一個嘅係佛教嘅機構。咁如果要講係一個咩機構咧，係一個叫行動嘅佛教，因為我哋唔係匿埋去寺廟嗰度裝香啊念佛嘅，我哋係一個行動嘅一個行動嘅團體，可以如果同國際嘅解釋咧，就係一個行動嘅佛教。咁當中咧，佢有講咧就係話佢有一個佢嘅慈濟一個五段式嘅教學，係一個小朋友教學嘅佢哋一個嘅方法。咁開始時候咧，我話咁咪聖賢教學同慈濟嘅五段式教學，我初時咁我咪因為我自己本身中意，因為自己接小朋友之後自己中意做教育啊嘛，做教育咁咪邊度跳入去啦，跳入去嗰度又參加佢哋一個研習啊嗰、那個教育啦，咁啊總話慈濟嘅五段式教育又有乜嘢嘅好處咧？咁咧經過呢幾年嘅實踐之後咧，就自己有少少嘅。未必是全部啱嘅嚇。咁咧，佢哋其實慈濟嘅五段式教學咧，就係講求一個嘅一個正確嘅價值觀。佢哋因為而家社會咧好多嗰個問題咧，就係扭曲咗啊嘛，彎曲咗啊嘛。就算話講翻嗰句你幫襯咗我買呢個面霜，咁你咪靚咯。你幫襯咗我買呢樣嘢，咁你咪夠男子氣概咯。咁嗰陣時我哋不斷嗰啲嘅廣告啊，同埋社會咧都喺度，因為佢要營商，佢就一定要將呢一啲嘅價值觀扭歪少少，咁你先幫襯我啊嘛，係咪啊？咁你幫襯咗之後咧，你幫襯咗我之後咧，你就冇病冇痛啦，你就幸福啦，因為佢要你幫襯佢啊嘛。好啦，咁我哋嗰個慈濟嘅五段式教學咧，係一個好重價值觀嗰個釐清，乜嘢係啱，乜嘢係唔啱，即係等於佢哋講一句正思語好簡單啦。佢話方便別人就等於為自己開路，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句啊。佢話不結善緣就豈能做事？你同佢都冇結過好嘅緣，你想叫佢幫你做嘢咩？其實冇可能嘅，要先結個善緣，先至有一個嘅至做到嘢啊嘛，係咪啊？咁第三句咧，我覺得好用，相當之好嘅。佢話，因為佢話屋企香港特別好適合香港地方細係咪啊？佢話咧就屋寬就不如乜嘢？心寬係啦，屋寬就不如心寬啊嘛。咁其實呢啲咧，全部都係一啲嘅價值觀嘅釐清，係其實好適合我哋大人嘅。呢個係慈濟五段式嗰個價值觀嘅釐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教學。聖賢的教學呢，就是由我們小開始呢，剛剛開始學識的時候呢，是教我們怎樣持戒守規，因為我們慢慢會大，我們又要忙很多事，那他教了我們的持戒守規，什麼叫該做，什麼叫不該做的時候，那在出來學校，出來社會，出來人群之中，有一些事是你不是說社會多人做你就要做的嘛。我成日都我因為我接觸了之後，我學到喎，個個都默書嗰時都揭開本書，阿爸成班都三十幾個啦，都個個都揭啦，我做咩唔揭啫？咁啱唔啱啊？多人做一樣嘢未必係啱嘅喎嚇。咁好啦，咁喺聖賢教育嗰度咧，就已經教咗俾我哋一啲嘢，一啲係祖先留落嚟俾我哋一啲嘅智慧，等我哋就唔好。白白咁樣兜咗好多冤枉路，兜咗十幾年之後，原來就行翻個起步點啊！原來係咁噶，但係你要攞十幾年嘅本錢咧去證實。咁其實古聖先賢咧一早已經話咗俾我哋聽咧，
一啲嘅智慧噶啦。所以咧喺呢咁多年嘅教育之中咧，不管係聖言嘅教育，係由從細從苗開始灌溉佢一啲嘅要認識嘅規矩同埋一啲嘅唔好淨係話抱住我要自由，佢又忘記咗自由嘅背後咧，係咪同嗰個為所欲為咧？係咪其實有分別噶嘛？其實大家都知啦，嗬。咁五段式嘅教學就係一啲嘅價值觀嘅釐清。所以咧，當中咧，我認識咗之後咧，原來有對象性嘅分別嘅。咁所以其實係冇人解答到我呢個疑問，咁啊咪繼續投入咯。咁喺投入之中咧，咁啊我哋師父啊嘛，我都講啊嘛，福從做中得歡喜啊嘛，做從善解得智慧啊嘛。咁你喺做之中咧，你就得到個智慧咯喎。咁好啦，屋企的確係一良好嗰個屋企，的確係一個最好嗰個家庭嗰個教育。你揾啲藤條 fit住個小朋友要做乜要做乜，倒不如一個和諧嘅屋企已經係好過你千言萬語，長住喺度教係咪啊？翻到屋企係一個講温度嘅地方啊，唔係一個上一次我都講啦，唔係話啊你犯咗事，阿仔你翻到屋企你穿件衫就寫住個賊字，阿爸翻嚟又穿咗件衫就警察兩字，一翻到屋企就兵捉賊啦。不是啊，所以呢一個良好的婚姻呢是最好的家庭教育了。好了，那以下呢就有一首歌，那呢就是送给大家的，因為大家都 在今天已經到這個時間大家都很累了。那這首歌呢，我覺得有沒有這首歌看看，有不是這個，哎呀讀完了你看一緊張就手忙腳亂，但係我知道大家能夠包容嘅。呢首歌希望能夠送俾大家，屋企係一個相當之來之不易嘅地方。也许你我不是不一样。
首歌有冇温度啊？首歌有冇感覺到啊？嗱，其實就係咁嘅。佢當有講過話，看彼此一齊成長係咪啊？其實小朋友成長，做爸爸媽媽想唔想成長？都要成長啊！因為有佢哋嘅成長，所以自己先至會成長啊，係咪啊？其實如果因為我唔係，如果我唔係接觸咗《弟子規》嘅，其實我同好多嗰啲懵懂嘅家長，其實而家都懵懂嚇，講真嘅。不過就冇咁少咗啲啲啫，可能我都係挨住喺個企喺個月台邊揸住嗰個 PS 喺度玩緊啫喎。咁啊，接觸個《弟子規》之後，有人會掛嘅，會唔會吃虧？係咪啊？喂，你乜都讓，乜都吃，乜都話講善，乜都講禮讓，會唔會吃虧？其實你諗下，短係會吃虧，但係你放翻長之後，你睇遠啲啊！只有賺就冇蝕嘅，係咪啊？所以屋企就一定會要入一啲嘅聖言嘅教學。有聖言的教學，屋企就會有温度的進入。如果唔係嘅，社會的冷漠啊、自私啊、自己顧自己啊，咁咪入嚟咯，係咪啊？好似一個好有效的嗰啲叫做預防劑，令我屋企讀到，令我屋企能夠有的。好啦，咁亦都真係相當之感恩。仲有十分鐘的時間，其實我係想真係想預留咧，係讓我能夠同大家一起讀一片嘅《弟子規》，介唔介意啊？係咪？大家介唔介意啊？因為雖然我到而家都讀咗女二十歲啊嘛，十幾年啦嚇。咁但係到而家我覺得我因為呢個經我而得著，我唔讀佢咧，我係過唔到自己嗰度嘅。因為幸福的源頭都是從接觸的聖言的開始。好，咁啊，希望大家一起同我哋一齊再讀呢一篇《弟子規》。好，咁樣咁多位嚇。好，麻煩音樂出啦嚇。
若先常，昼夜侍，不离床，丧心眠，常悲咽，居处变，酒欲绝，丧尽礼，祭尽诚，是死者，如是生，出则悌，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何生？言语忍，忿自泯，或饮食，或坐酒，长者先，幼者后，长夫人，即代叫，人不在，己即到，清尊长，勿呼名，尊尊长，勿见能，路遇长，疾须泣，长无言，退功能，骑下马，乘下车，过犹待，百步余，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耳，尽最必退，退必迟，问起对，是勿疑，是诸父，如是父，是诸兄，如是兄，谨。朝起早，夜眠迟，老而知，识此时，神经半，兼受口，便溺回，切正手，观必正，偶必结，勿与理，拘谨切，自观服，有定位，勿乱顿，自污秽，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清家，对饮食，勿拣择，识食可，勿过则，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醉为丑，暴粗庸，立端正，一心言，拜恭敬，勿浅域，勿可以，勿积聚，勿摇臂，观瞻年，勿有声，观转弯，勿促灵，执虚气，如执形，入虚室，如有人，视勿忘，忘多错，勿畏难，勿轻略，斗难长，绝勿近，邪的事，绝勿问，将入门，问属全，将上堂，声必扬，人问谁，对已明，吾与我，不分明，用人物，虽明求，可不问，则为偷。借人物，及时还，后有急，借不难。信凡出言，信为先，债与往，系可焉。话说多，不如少，为其事，勿令巧，奸巧语，为污词，使井器，切戒之，字未真，勿轻言，字未的，勿轻传，是非耳，勿轻乐，久轻乐，进退错，凡道字，纵且书，勿执疾，勿模糊，彼说长，
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见人善，则思齐，众去远，以渐济。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砺。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民过路，民遇乐，损有来，益有却。民以恐，民过因，直量事，渐相亲。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过能改，归于母。倘掩饰，增一故。凡爱众，凡是人，皆须爱。天同福，地同在。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己有能，勿自私。人所能，勿轻己。勿贱富，勿骄贫。勿厌故，勿喜新。人不闲，勿事搞。人不安，勿话扰。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便是远。若人恶，即是恶。知心和且作，善相见，德皆见。过不归，道两亏。凡取与，贵分晓。与而多，取而少。将家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矣。因缘报，缘欲忘。报怨，报恩长。待彼伏，身贵端，虽贵端，慈而欢。世服人，心不言。美服人，方无言。亲人，同事人，累不齐。留宿中，人者稀。果人者，人多畏。言不讳，色不微。能亲人，无限好。得日进，过日少。不亲人，无限害。小人进，百事坏。如力学问，不力行，但学问。长浮华，成何人？但力学行，不学问。任己见，未理真。读书书法，有三度。心眼口，唇佳肴。方读此，勿忘彼。此味中，彼勿喜。宽为限，谨用功。功夫道，济失通。慎心有疑，须择机。就人问，求可疑。防则清，邪必正。忌患结，不厌正。勿和偏，心不端。言对不敬，心思劣。列典籍，
有定处，独看不还原处。虽有吉，卷送齐，有缺坏，就补之。非圣书，请勿视，闭聪明，坏心智，勿自暴，勿自弃，圣语言可信之。弟子规宗。好啦，今日嘅分享咧就到呢一度啦。好啦，咁感恩咁多位嘅，多谢，好，多谢咁多位。